哎呦，哎呦，干的耶！果然是头啦，灰尘而已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Avian，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隔壁。今天身后这一台就是我们的公益车，2005年的 Artis， 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啊，就是我们上次就是我们开一样也是 Artis 去收 Artis 公益车去收这台公益车，对、嗯、还记得哈、哦？啊，他是开宠物店，你那时候还在整修嘛，现在应该开了啦，应该已经开了。对啊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。疫情过了，对不对？大家很多要出国，有没有？如果你的小猫小狗没有办法照顾，可以请他们委托他们照顾一下、嗯。这是爸爸生下来的嘛？那之前当过营业车，所以有黄色的。这两块会比较严重，看过去是这两块，有没有？有点裂的。其他的部分小伤应该是还是有啦，但是上还是我记得还是 OK 的。哎，怎么开不了？哎，我找到问题了，这打不开，打不开。它是灰色的内装啊，椅子还蛮漂亮的哈。哇，紧碎，之前他姐姐开的嘛，那女生都会化妆，你看这是她的妆，这洗掉就好了。跑多少啊？19.9万。可是内装哎，还真的还不错嘞哈。前面这边有稍微有点受伤，这一块还好，就是屋顶跟后面会比较严重一点。啊，这边也有，就是前保杆呐、啊，轮胎我记得还蛮不错，轮胎看起来很深哦，2、3年的嘞。啊，这一边都是小伤啦、啊。啊，这一边看起来也不错，门板也蛮漂亮的。啊，这一代的就比较不会凹起啊，前一代的都会，椅子都还蛮漂亮的，哎。连是一套嘞，以前一定都有这个。漆面比较糟。对，漆面比较能晒太阳吧。清冽。对啊，你也知道哈、哦，阿提斯的里面的空间算蛮也蛮深的啦。你看后面的备胎，应该没什么用过，工具都有。对啊，买回去真的，如果万一不小心，它还是可以替换的。好，那我们就盯起来看一下。哎呦，哎呦，干的耶！果然是头啦，灰尘而已。看起来都很正常，完成倒是好的。加油啊！背了哈。对，已经准备。哦，哎，直接弄哒哒的哈。啊，这里漏油。啊，对啊，我记得阿迪斯容易把这个会坏掉，这个油管看起来还算 OK。轮胎对啊，前后应该是一致的吧？练习呢，后面怕被追撞，这里看得最清楚了。你看，这都原本的，敲过、换过、烧过，这边很明显的看得出来，这边都是没有的。排气管马上注意不 OK。好诶，看完了嘞，我先放下来好了，我们直接请师傅过来。清洁，哇，这一台真的是赞，干干净净，清洁清洁。那这边一定会有，这是以你加油诶，那是加油，对，这样子会是加油之后有时候漏出来。这个那弄弯过的垫片，我国外有拍过吼，这不是国外，这是原厂的修理、啊，这无弯过啦，你看这加，这原厂的加。这连胶口都磨完的，那它皮带看起来是都有换过了，不然不可能跑这样子，皮带这么好。然后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，就是油水基本上的油水啦。啊，变速箱油我刚有看了一下，整个是黑的，比较深色。跟欧油不差不多啊，也不能是红的啦，这是深红色。它比较鲜红啊，对啊，这个是深红。它这有很脏，这个一灌下去漂浮物最多的就这一台。引擎脚先看这一只，这一只已经完全触底了，一定会买，好不好？哎，你看这里，这个是铁。这是橡皮，啊，它已经整个塌下去了，所以接触到这个车身一定会嘛。这一只可以在这里看，啊，这一只也没有裂，啊，主要是看后面那一只，后面那一只影响最大。看引擎脚，哦，这只脚也触底了，后面那一只跟右边那一只换掉，基本上就没有问题。变速箱的跟前面那一只脚都好，后面就是避震器有一只漏油啊，前面的刹车皮也够厚，啊，盘子也都可以，只是放太久了。放太久要磨一磨，磨一磨就是出去刹车踩一踩，那就变亮了。两边都差不多了，可以了。大概就是这些东西换一换，可以了。这台看起来就是有正常在保养。脚料，这个材料应该很容易就取得，现在路上还满街都是的。火星塞、
也是先叫来的，水泵浦空气芯、冷气芯，有没有？引擎脚两只，这是后面的，哦、这个是右边的。再来就是两只避震器，后面避震器漏油了。它这个是传动轴的防尘套，有没有？里面快破了，所以叫了一个来换。所以总共就这些，最难的就是引擎脚了。先把简单的处理完了。先拆一只火星塞起来看，要换有没有？眼看我就烧成这样，你看新的长这样，偏到都是同一个，那你看落差很大吧？所以就都要换。哎呦，这还可以用哦。哎呦，有点脏，有没有？这个不换就说不过去了。是的，新的新的。合体结束了，接下来就是把束环束起来就好了，把束筋。好了，现在是让它油融合，油让它跑下来啊！我们刚不灌在里面，对，对啊。新的台柱马达长这样，我们等一下拆起来你就知道里面多脏了，有没有？它有连垫片，哦，干干净净。我们来拆旧的，这个垫片漏了，水就漏出来了，所以拆过都一定会换新的垫片，
不管是拆起来清还是干嘛，垫片都一定会换。啊，节气门也脏了，有没有？够脏了吧？为什么要这样设计？注意看，整层，这三颗不好拆啊。来，多脏！这边其实已经有刮伤了，你可以仔细看，这里有好几条刮伤。泰山，我看到了一个重点，它裂了，看起来不像刚刚裂，它里面都有灰尘了，还是要换吧，还是要胶带铲一铲。间隙面的基本上都有清掉，但是这边有吗？清不掉，但是这边的不影响，主要是这个面接触面那边比较重要。好了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装回去。看一下水，然后水垢，可以啦，可以了啦。方向盘也比较不会抖啊。嗯。昨天低档在跳，现在低档都好好的。好，搞定，那就去隔壁吧。上百种的个性化安全带，来找想玩车就对了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柯P。这一次我们捐款不是到邮局，也不到银行都没有，我们直接在培爱和社区关怀，以后捐款的方式都改，直接到他们的地方去了解他们是在做什么的。老人的话，应该我要帮泰山找一下，有需要的话，他应该快要来了。那来看过啊，比如说哎，他们很有钱，那就不需要了。差差那种很大的，那我们就可能就不会去了。真的说实在，他没有差那个几十万到几百万，可能都没差。我准备敲门哦，你会不会紧张？嗨，欢迎，你好，我是我们培爱协会的秘书长。好，秘书长是。我们主要是在对象做全人的关怀。好，全人的关怀。就是、我们从儿少一路到长辈，我们都有做相关的服务。大学生我们就鼓励他们成为志工，培训他们这样子。我们希望以爱去陪伴脆弱家庭的孩子啊，然后有陪伴长辈、陪力这些我们的被服务者，让他们有机会也成为服务者来回馈社会，让长辈他们有成就感这样子。我们也陪力一些青年的志工啊，比如说一些大学生啊，他们想要来回馈社会，就帮助他们成立志工队，让他们可以在当中去服务哦，服务者。那我们也有陪力一些
夫妻学习经营关系啊，然后学习怎么样去经营家庭、嗯、我们希望说我们以家为单位，一个家有好多的成员，每一个成员他们都有各自的需要，那我们就帮助每一个成员他们的需要。平常的话都是怎么，都是教学或是陪伴啊，是什么之类的？像我们早上这个据点就是以我们的长辈为主，他们就是来这边会一起运动，然后我们就陪伴他们，那中午会一起共餐。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、服务，他们就有伴啦、不只是身体强健，他们心里也有很多的被支持这样子、下午我们就会到学校有一些儿童的课后照顾，他们是脆弱家庭，家里有需要被支持的。到晚上我们就是青少年，周末我们就会办一些这个亲子的讲座、夫妻的讲座，需要大家的支持啊！有志当做志工也是可以来这边询问一下，这是我们的算小小的心意啦，也是说我们这个每个月的通一车，好，啊，这一次就直接交给你，对，谢谢，对，好，这次是86,000，大家好，如果有这个能力可以出钱也可以出力。你有任何的才艺，还有这个证照都可以来参与、如果没有的话，来扫扫地啊，洗洗杯子，陪陪长辈，对，陪陪长辈、也都不错。对，谢谢谢谢。好，喂，谢谢谢谢谢谢你。发现一件事，果然有跳舞有差，你看你看身材，圆滚滚。我过年那个我要圆滚滚，财源滚滚，我得了一半圆滚滚，财源没有，只有滚滚，哎，有滚滚。跳到时候比我瘦哎，所以我如果我退休，我也可以来当做志工啦。圆滚滚，好，这次一样会1、2、3，原车主、新车主跟我们，好，捐款方式就是86,001，因为出不进，所以多了一块，出钱出力都可以，希望大家就可以来这边看看都可以啦，不一定说一定要出钱来这边，有时间来陪伴他们也不错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回去喽，耶。Avir。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，发艺金库，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。好，这台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公益车，2005年的 Artis， 没东西做了啊，做一做，其实这样看过去你就知道了，它还是有一点小瑕疵啦，小瑕疵，怎么吃螺丝了？它的地毯我们就没有拆了啊，铝圈洗洗还蛮不错吧？我记得轮胎皮啊，就还蛮新的啦，2、3年的，所以不用换。后尾箱盖就比较丑一点，有点龟裂嘛。好，啊，后包杆一点点，好，这个小刮伤，主要是引擎啊。来，我带你们去看这个好了。这次换的东西哈，来，我快速练一次：机油、机油芯、变速箱油、刹车油、空气芯、冷气芯、火星塞、水泵浦、水箱芯、后面两只避震器、引擎脚有换，后面跟右边传动轴、换灯套也换了。好，怠速马达、废气管，还有清洁剂跟工资，这样花了将近快32,000，对啊，之前车主是有顾啦，所以我们回来弄一下啊，该换的、该处理我们都处理了。好，一样再说一下好了，老车不是永远不用修，是修好之后，好，可以延续它的生命。如果你买这台车，陆续还是要是继续维修。假设你今天下标了，你回去就一样陆续照顾它。如果你没有管道的话，可以回来找我们。好，公益车也是一样，可以回来找我们，一样就是保养这样而已啦。啊，这种车其实台湾头跟台湾尾都要弄，也要修理啦。这个都不会修，没有那间修理厂可以。对，把我框框来啊，应该这样摸一过吧。这种车这么简单还不会修啊，回去应该是也蛮好照顾的一台车啦。再说一下，他曾经一度当过营业车哦。好，这里先说一下。好，喜欢的话就可以下标了。外面有一点战损啊，就是很正常使用。好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。耶！我顺便再补充一下啊，得标之后我们会汇款嘛，你也可以提供一些资讯，比如说你知道的某某团体啊什么之类的啊，可以跟我们讲啊，我们泰山会去看一下，跟我们一起做爱心。We'll be right back.